如何让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学习《弟子规》，并吃素念佛？那你要是公司的老板，现在在国内确实有，已经有好几家，公司老板呢，派他们的员工到庐江汤池小镇呢去学习，学回来之后。回到他公司，就起带头作用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所以那个地方，你可以先跟这个汤池中心呢接洽，你有多少人，有多长的时间，他会给你安排功课。